韩国知名女团 BLACKPINK 魅力再次席卷台湾，咖啡业者星巴克跟 BLACKPINK 联名推出了多款商品，有人在开卖前一天就到店外搭帐篷等待，几乎开卖没多久，商品就被秒杀。网络上面黄牛的价格也相当惊人，一个定价3000元的冷水杯已经被炒到破万元了，而送行业者麦当劳也将跟韩国女团 New Jeans 合作推出限定包装餐点。 BLACKPINK 四位成员排排坐，一起来开箱，抓准他们的全球魅力。星巴克抢攻联名商机，推出了多款限量商品，果然引起粉丝疯抢。25号正式开卖前一晚，就有民众直接在店外搭帐篷抢排队。而百货门市11点才营业，也有粉丝8点就来排队领号码牌，成功买到了几大袋满满战利品。由于每家门市各品项存量几乎只有个位数，媒体早几个小时排队，根本买不到。大概就是从6点等到9点半开门这样子，然后排3个多小时才买到。 现场买不到，只好转上网络购买，但价格已被黄牛炒了好几倍。像这款超热卖冷水杯，定价3000多元，网上价格已经飙破万，热门程度相当惊人。 韩团联名有望创造一波可观商机，素食业者麦当劳也跟韩国女团 New Jeans 合作推出了限定包装餐点，也有知名彩妆品牌 NYX 搭上了真人版芭比电影热潮，设计系列联名彩妆吸引粉丝目光，更愿意掏出荷包购买。记者陈婷盖尔地台北报。